是太凄凉，那条路又太紧张，找不到更好的地方，我天天在这两条路上。我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，反正长一段我就只能去闯祸。Gesundheit， 我并没有重伤风，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，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息。Thank you.